谢谢 PK。 不知不觉爱上你了，娜娜好意思啊！哎呀，我是说那个 PK 这首歌好不好？不知不觉爱，哦哦哦，原来是这首歌啊！好不好听？非常好听啊！当然了，李安也很可爱啊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节目，真的是让我心惊肉跳了一下哈！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个节目呢，也可能会让。